家咧都會好好打理面部嘅肌膚，但好多時咧都會忽略咧身體嘅肌膚嘅，想佢咧抗皺，譬如話妊娠紋啦，甚至咧想摸落去咧係滑啲、白啲嘅話，點樣算呢？咁今次同大家咧就係、是、處理身體肌膚嘅問題嘅，咁我哋就引入咗咧 Moon Skin 嘅Body Serum 啊，聽到咧就唔係一般嘅按摩油或者係 body lotion， 佢一個 serum， 因為佢全部咧係冇溝任何水分，係攞咗佢裏邊嘅成分全部都係 wild crop 嘅，即係野生嘅，唔係特登係人特登係種植，所以佢裏邊嘅成分啊、抗氧化或者係佢哋嘅價值咧，都會比一般是高很多的，也是拿了 EcoSearch 的認證。那講一講 Moon Skin 究竟這個Body Serum 有什麼功效。首先呢，譬如妊娠紋方面它也可以擦去改善一些妊娠紋，然後呢它裡面有美白啦，改善一些炎症，除了是皮膚炎之外，譬如關節炎呢它都可以改善到的，也可以做一個潤膚的作用啦，咁同埋佢個質地咧係好爽身，唔使驚話哇好立啊，夏天用會唔會好黐手黐腳黐立立啦？係好快好快就吸收曬，唔使驚話哇好立，同埋佢咧係用翻啲 not GMO 嘅農藥嘅，咁唔使驚大家話哇會唔會嗰啲嘢咧用咗咩類似哮喘藥啊，甚至係呢一啲有毒的農藥用了，其實身體都會吸收，所以我們呢跟大家選擇產品的時候都是用回 GMO 的農藥才會是放在我們店頭賣。那好了，講入正題了，究竟它有什麼這麼漂亮的成分呢？ Moon Skin 它有玫瑰果油、有橙花、乳香、薰衣草、麥葛蘭、橄欖油的。那Moon Skin 大部分的成分都落了這個呢，就是那個叫 Picky Bear， 即是仙人掌幹細胞的，它做一些細胞的愈合抗氧化是超正的，用過它的面部的話呢就都不要錯過它這個 Body Serum 的。還有它比較特別的用了一個叫做麥葛蘭的，英文叫 Majoram 的，它有什麼功效呢？哇，用完之後呢真的很不同，它可以去水腫、排毒、美白，令到個人呢是會是很平靜。還有其實在一個臨床實驗裡看到呢，原來這個 Majoram 這個麥葛蘭呢可以抗癌的，例如乳癌啊，這些身體女性的癌症呢，它都有這個抗癌的作用，所以譬如平衡女性的荷爾蒙、對抗一些細菌、還有加速一個新陳代謝。之前介紹過 Neroli 即是橙花油，橙花油也是對於譬如說我們保濕啦，甚至是一些更新的細胞，令到個細胞的抗氧化能力咧係非常之高嘅。咁用嘅時間就會係點用呢？就係沖完涼咧，你就攞1至2泵咧，就按有需要嘅位置啦。咁油淨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唔嘥嘅，咁就可以按一按咧啲髮尾油方面咧做翻。咁因為佢吸得好快，唔會話令到個頭髮咧好似好立嘅，咁就可以亦都係一個多用途一個 serum 喺身體裏邊嘅。咁如果手好乾咧，亦都可以咧瞓覺前，我會打咗個底，然後再搽翻佢輕 cream 咁咧，咁隻手咧就做翻啲美白啦，同埋一啲抗氧化。價錢係貴少少，但係嘅功效咧同埋裏邊嘅成分咧真係好珍貴，因為佢係 wild crop， 即係野生採摘，就唔係人工種植咁容易嘅，咁所以佢個價錢就貴少少啦。咁另外想要啲平少少嘅，我哋都有呢啲嘅，咁就係 Hyonia 嘅 Body Oil 要跟大家提起，因為很久沒跟大家提過了。咁啱啱轉天氣，我都覺得開始啲皮膚個大髀位咧好乾，有啲痕啊。咁呢一個咧就我會係平時咧我去按摩嘅時候咧都會帶出街咧俾個師傅幫我推。師傅推完之後都覺得哇，點解你隻油咁爽身，同埋但係又做到呢一個按摩的動作，因為如果太犧牲咧，佢係按唔到嘅。咁呢一個 Hyonia 嘅 Uplifting Body Oil 咧，就主要做翻提升啦、緊緻啦，同埋一個去呢一個毒嘅。咁就攞去，有時候按腳啊，都會攞去俾
哥哥或者姐姐按摩姐姐咧幫我推嘅。而身體方面咧，我就中意用呢、這、一個咧，出去按嘅時候咧，咁我就用呢一個 body oil 嘅。咁佢因為佢個味咧係好舒緩嘅，咁我嚟按身咧係有一個好平靜啦，好 relax 嘅作用，而且裏邊有薰衣草啊、rosemary 啊等等咧，咁成個人咧都會一路按咧一路。好舒服同埋冇咁緊張，個人冇咁 stress 啊！咁呢個我就攞嚟按身嘅，咁大家就多一種選擇喺身體嗰度做一個護理啦。